订阅、点赞、多多留言。哒哒，我们现在呢已经戴上手套了，现在开始制作爱的软糖了哦。好呀，好呀。好的。哇哇，感觉很好吃呀！看着看着，真的很好吃。放一些小凯文喜欢的蓝色的。我呢，要在这个药箱里放上可爱的软糖。多放点。朋友们看到了吗？真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熊软糖。哎，等等，哇，真的很好吃。好吃吗？哇，我要多装一点。哒哒。哇，这个是什么？哇，吓我一跳。朋友们，你们看看这个，这是什么？青蛙软糖。一、二、三，哇，太可爱了！哒哒哒。哎，这里造型特别的软糖很多。哪里哪里？你看，你看这个鹦鹉软糖。天哪！朋友们，你们看这里有鹦鹉软糖。哇，今天好神奇！真的太神奇了。我不想要鹦鹉软糖。有没有其他的？哇哇哇哇！这个很可爱，可爱的笑脸软糖，果然五颜六色的，很好看。嗯，写什么呢？小艾丽，你都放好了吗？我现在只放了一点。朋友们，我们一起看看这个吧。这个我来尝一尝。嗯，朋友们，嗯，刚开始很酸，慢慢的就变甜了。这就是魅力十足的软糖。现在呢，药箱这边都装好了。打开另一边，哇，还有可以装的地方。噔噔噔，星星软糖，星星。凯莉，快乐一家。这是我对小凯文的。这个也放得进去呀、啊？哟，这是我喜欢的大黄鱼软糖，这个也放进去。这个是什么？哟，章鱼。这个也要放进去。艾丽都放了什么？等着瞧吧，这是秘密。我知道了。长长的蚯蚓软糖，这样放好。嗯，哪个好呢？给朋友们看一下。一二三，哒哒，怎么样？这个是眼睛，微笑着的朋友。艾丽现在已经装满了一个药箱。那小艾丽呢？哒哒，小艾丽。小艾丽装了这么多，我猜这些不行。正式开始追击，好，开始。哟，哦，哦，朋友们，帽子，帽子，帽子，和我戴的帽子一样，是不是？哒哒。朋友们，这里有各种各样的软糖，好多呀，都要放进去的话。药箱应该没有地方了吧？现在应该放哪个呢？哎，我为小凯文装的软糖已经放满了。等一下，让我看看。哒哒。哇，这里充满了爱的气息，不不不不，要冒出来了。我看看装的怎么样。哇，这里有小凯文喜欢的蓝色软糖，还有，天哪，还有像脸变红了的红色软糖，还有还有，还有这里这里。哦，还有星星的星星软糖啊。嗯，我看最重要的是这瓶糖里已经装满了你的爱，如果小凯文吃了你的软糖会喜欢上你的。